哦喂，喂，没有人看到我偷吧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我屁姐趁着我出门，居然跑去拿从里面翻吃的。呀，那难怪都回来呢。我看他衣衫不整，一脸心虚，又知道肯定有问题，先派出了我的鼻子。不对，仔细开始抠吧。没抠出来，先看看他吃了什么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发起进攻，冲啊！ 抠不出来，只能打电话给宠物医院了。我怎么死尸相似啊？这个料可真猛啊，走两步就吐了。应该没有人看到吧？脱水了，脱水了。皮婆娘，你们知道我耶，有了感觉了。我也不想了，皮婆娘。 你要说啥子？哥们，我要吃东西，都弄还说吃东西，不给我吃。No。你也是在跟偷吃东西？下菜店，哼！吃东西不？哪儿货？你有找我耍呀？你不会在这，因为会给你吃吧？医生说了不能再给吃的了啊。哪个医生？你哥说是哪个？ 哎呀，鸡胸汤呢，要赢着呢。哎呦，就皮婆娘这里到最后都没有跟我吃，还偷吃不偷吃？要吃，还偷吃？但是不让你发现了，是不是？吃，偷不偷吃？暂时不告诉你，都到危险了呢。请等等哥，我下楼。